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老刘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沈阳的大饼，这个四斤，58的，18的，76块钱的，找他们要了个刀，来给他这个切割一下子，先弄开，切开了，老烫了，看这个馅儿，哎，看着老厚，来兄弟们，看着没？哇，全是汁儿，吃一块，比披萨实在多了，来吧。哦，这饼，我觉得行。上市牛肉葱汁儿挺多的，大家感受一下76块钱咋样。嗯，加点醋啊。嗯，去腻了，青醋它的味儿没有那么酸，先烙的饼还是很好吃的。这台羊排是50几来着，忘了。重点介绍一下沈阳必吃的花菜啊，基本上来这嘎都吃这玩意儿。原来是这么回事啊，还不错，味道不错，老板还挂个承诺，翻盘了，很好吃，但是它非常的辣，他家的辣椒面太辣了。来来来，吃大饼继续吃。这点醋，这点醋，啊，爽爽爽死我了，真的。今天就这样吧。这个饼我感觉我的死都吃饱了，把它那个拿回家，咱们晚上直播吃。可惜啊，没有现场吃完。这个饼我估计啊，四斤饼，俩男的够了。再见吧，兄弟们 ，Goodbye。沈阳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？告诉我地址啊，最好是好吃的，我就去了，兄弟们。感谢感谢，这个一会儿就全都打包得了，就回家直播吃吧。